西安村长找到文经理娘好一头，然后呢，叫俺老母啊，南海啊，门板，门板南了，开不啦，还收了，然后呢，不骗了啊，然后呢，那得老老大西安人了，哎呀，快打中国，快打中国人。
四块钱，几万？十万？什么玩意儿？这好像个，啊，这个你叫，俺们公司，他们搞的就跟那几包，俺们就那个打架，你打公司，打个。Hello.